这首歌叫做 AM0130， 那就是其实在描写凌晨一点半的时候。这首歌其实是想要描写的那个情绪是你在凌晨的时候被惊醒，可能思绪很乱的时候被惊醒，然后就一点胡思乱想的一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AM0130。
Thank you.